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夏，不是梁夏。这位视频呢，给大家带来《新手零》零到六面角色攻略，它的强度如何呢？有何优缺点？配装配对又该如何选择？这期视频告诉你。该视频素材来自于创作体验服，一切请以正式服为主。如果可以的话，希望可以点个赞，投币支持亚不主，非常感谢大家。那么先给另一个结论吧。希诺宁是一位延续的争议辅助兼顾治疗，同时也有作为主线能力啊。高贵的减抗争议可以带来很多配对上的选择。那么视频开始前，先来说一下它的优缺点吧。希诺优点，拥有长时间争议覆盖率，能给队伍带来可观的整体伤害提升。第二点，操作简单不繁琐，适合多数玩家上手。第三点，有减抗同时大招还能治疗，虽然是单体，但是奶量超高，正常练度七八千治疗量，非常离谱。至于说缺点吧，希诺宁不是特别契合娜塔的勇者套，因为这套装需要有元素反应产生，而希诺宁都是需要战场去挂元素的，大招虽然也能挂，但是没有长时间的后台伤害，导致勇者套对个别队伍相性不太好。注意是个别啊，虽然不契合，但是目前暂时没有其他选择了呀。为了各位能快速上手这名角色，就拿目前最契合纳维亚来做配对演示吧。开局水神 EQ， 希诺宁 EAA， 触发夜魂上线，产水结晶，此时触发勇者套的效果，全队的盐和水增伤各40%，同时触发希诺宁九级战技减抗33%，10级36%，持续15秒，然后切巴尼特大招开大，接纳维亚输出即可。持续15秒也是大多数角色的极限轴了，覆盖率极高。以上是希诺宁的实战手法了，简化就是水神 EQ， 希诺宁 EAA， 有大开大，巴尼特 EQ， 最后纳维亚输出即可。接下来呢，说一下希诺宁的技能机制啊，方便各位萌新更好了解这名角色具体玩法。普攻平平无奇，共四段，前两段用剑的，后两段用腿，非常帅气啊。因为辅助可以完全不点，如果作为战场主 C 需要点满。战技释放后穿上华丽的高雅的金色轮滑鞋，可在陆地或墙壁滑行，在纳塔跑图方面非常好用。战技释放后呢，立即获取45点夜魂值，上限90点，灵命夜魂值最多持续9秒。字很多啊，我这里简单总结一下吧。希诺宁能够给炎、水、火、雷、冰提供对应减抗，无法给风草带来争议哦，所以在配对方面就搭配不了风草土 C 了。这里说一下，炎系减抗比较特殊啊，如果队伍当中有三个炎或者水火冰雷少于两个，那么减炎抗只能希诺宁自身战场获取，不过如果二命可以解除限制，所以想要触发前台和后台都是要减抗效果，队伍中至少得有水火冰雷其中两个啊，可以重复啊，比如纳维亚、希诺宁、香林、巴雷特就两个嘛，有两个火，那么希诺宁释放战技触发后左边会显示炎火火，此时可以给炎和火减抗36%，要想触发减抗需要把夜魂值搞满才触发。那这个时候可能有长得比较帅的人就会说了，那怎么才能把夜魂值搞满呢？解锁天赋一，有两个元素转换的原因采样，每次普攻或者下落可以获取35点夜魂值，也就是说需要普攻两次获取70点，加上初始45点就能超过90点夜魂值上限触发了。说起来很复杂呀，操作起来非常简单，战技普攻普攻好了，已经触发减抗了。所以这角色挺特殊的，配对方面要比手法要难一点点，要去理解。天赋一还有一段话，下面那个少于两个元素转化什么情况呢？为了方便理解啊，比如三盐一水或者两盐一草一水都是这个情况，就是少于两个火水雷冰嘛，那就少于两个元素转化咯。那么这个时候希诺宁的普攻和下落提高 30% 增伤，这个主要是希诺宁的主 C 玩法，一般是三盐配对为主的，灵命希诺宁一般情况都是用来辅助为主才比较好用啊，所以你要考虑的事情就是队伍当中必须有两个水火雷冰其中两个可以重复，这么说还是比较好理解的吧。元素爆发掏出打叠机，造成一个大范围的领域，根据不同情况给出对应的争议，有两个元素转换则是给队伍战场角色提供治疗，持续12秒， 1.5 秒治疗一次，共治疗8次。毕业的希诺宁治疗量有个9000左右，差不多相当于一个70000血逆路的上限了，如果开大期间少于两个元素转换没有治疗则是造成伤害的，十级大招共三次506的防御倍率伤害，这个对于输出希诺宁伤害还是蛮高的，需要60点能量。充能方面我也测过了，如果希诺宁纯当辅助来说，夜魂值触发到上限可以给很多能量，你们看一下我180充能的希诺宁一个战绩的回能啊，所以充能压力并不大，因为还有勇者套的两件套效果能够提供夜魂迸发回能的。
前夫二辅助西诺宁，因为普攻触发夜魂子上线，在原来夜魂迸发基础上，每14秒可以再触发一次，同时触发夜魂迸发自身有 120% 防御力加成。你夜魂迸发越多，那么两件套的勇者套的回能就更频繁了，所以充能就更不缺了。至于夜魂床帝和奇安娜塔角色具有同类型的，这里就不多赘述了。他所天赋触发夜魂床帝回复15点燃数，多触发夜魂床帝可以提升一些跑图能力吧。技能加点方面，作为纯辅助来说，天赋119，作为主 C 全部点满即可，因为主 C 是要通过普攻的下落打伤害的，所以西诺宁搭配咸鱼很不错呀，特别已经有二魂咸鱼会更好。武器首选装武炎风寻歌，不仅是外观还强度是首选，主词条 82.7% 的防御力，普攻或下落可以触发增伤，最多 16% 防御力和 20% 增伤，普攻两下后根据西诺宁防御力给全队增伤至多 25.6%，算了一下需要3200点防御力，总体要求并不难啊。我这里也试了一下，是不能叠加的，只能被刷新啊，多把武器不生效。次选 1.6 的老古董苍骨可以提供增伤加工，只不过持续12秒啊，有8秒真空期，那但这把武器相对奶量比较低啊，你们要注意一下。然后射星武器方面有两把选择，一把是西风，一把纳塔动炸武器，这两把武器各有千秋，如果队伍中觉得比较缺充能，无脑西风，反之纳塔动炸武器的。然后如果你是西诺宁主 C， 那么千之装武也不错，还物切都可以用啊。圣遗物目前版本唯一选择是勇者套，给队伍带来 40% 增伤，和一个增伤杯子差不多了呀，非常的强。两件套效果夜魂迸发回能，而西诺宁天赋一可以多触发夜魂迸发，所以充能压力会大幅降低。沙漏选择上充能或者防御，你带西风就带防御，反之充能，杯子固定防御力，投防御力或者治疗，带装物需要3200点防御力，不带装物基本都是治疗头奶量更高，而且治疗头同时副词条有防御力嘛，期望会更高。总之西诺宁这个角色作为辅助非常的好养，只需要充能和防御力就行了。充能方面我这里推荐180左右就行了。如果你的西诺宁打算玩主 C， 那么推荐至少有100号的五星武器，比如装物或者千只装物都很契合，物切其实也可以啊。不过更推荐2+1的一个西诺宁主 C 才比较好用，0+1虽然可以 C， 但是数值上比较一般，生物需要带4夜魂套，配对需要伤炎五郎几乎刚需的，加防御增伤还有满命加爆伤，其他选择上有水神夜郎、钟离、千只、阿贝多，根据角色情况来选择都可以啊。然后说一下配对方面，篇幅有限，加上西诺宁配对非常非常多，具体需要等待正式服直播测评看哪个比较好的啊。从我个人测试下来发现啊，为了更好的触发西诺宁的勇者套效果，队伍中最好是双元素队，比如农夫、克皇、纳西，就是挂元素比较强的副 C 辅助都比较好，所以以上说的三个配对提升都很大。更多配对正式服感兴趣可以来我直播间提问的、啊，语问必答。我们这期视频呢先来测一下几个配对的一个提升吧。先来看一下0+0龙王这个难民面板带钟离情况下的伤害，伤害在 2.67 万左右。为了展示平民啊，视频测试均为0+0的西诺宁和0+0的水神，钟离换成西诺宁，此时伤害来到 3.8 到4万左右，我去，将近提升了 1.3 万的伤害左右啊。然后我们来测一下0+1龙王的表现啊，因为面板太差了，吃了个双爆增益啊，带钟离伤害 4.6 万左右，换成西诺宁伤害来到6万，好家伙，看来稳定提升1万多呀。我再测1+1龙王带白族情况下伤害是6万，换成西诺宁伤害是 7.5 万、啊、提升更大了，多了 1.5 万啊。以上测试你会发现0+1龙王带西诺宁6万，1+1龙王带白族也是6万，这么说你可以理解为一命的龙王和西诺宁提升差不多，不过一命龙王还有看难度提升的，所以还是一命龙王更好一点。不过相比老角色吧，换成西诺宁可以多1万多伤害，提升非常大了，而且覆盖率极高，不用老是切西诺宁出来。然后是0+1纳维亚难民面板，你们看一下啊。然后这边的西诺宁是0+0的配置，勇者号 R0 命，在钟离情况下伤害是26万4，然后把钟离换成一个西诺宁伤害 30.4 万，如果是有装武的西诺宁伤害 32.8 万，那么提升会非常大。如果队伍当中带的是水神，那么增伤要求就不高了，西诺宁装武就不重要。如果你跟我一样带的是香灵，那么装武提升还是不错的，这把武器对于这个纳维亚来说提升约 10% 左右啊，还算不错吧。最后来过一下命座吧，一命西诺宁战绩夜魂状态下，夜魂和燃数降低 30%， 同时从9秒变14秒，给你们展示一下跑图能力吧。
非常牛皮啊，这应该是算目前一命跑图最实用的角色了。对于喜欢跑图的玩家来说，性价比极高，同时战场角色提供抗打断能力，就是一个纯机制命座啊。二命希诺宁全程处于减盐抗状态，你们看一下，跑过去敌方又下降你的箭头，就是减抗状态了。甚至你都不用办战绩，全程覆盖的，不需要你手动去操作给他挂负面什么的。同时根据队伍的元素分别给到增益，这里测了一下，45%的生命值给龙王多了10000多的伤害，提升很大啊。对赛诺来说，可以说直接改变机制了呀，给了25点能量，以降低6秒 CD， 这时候只需要战场12秒就下场，冷血好就开大招，你们看一下实战效果，非常丝滑。就是二命的希诺宁造价有点高，这下赛诺真的站起来了，但是要二命啊。二命呢属于机制和数值兼顾的命座，给的非常慷慨，有条件确实可以抽的，没毛病啊。三命战绩多3级，一级战绩给到3%减抗，3级至9%，这算是最实用的三命了吧，减抗能 C 能辅。四命啊，根据希诺宁的防御力提升队伍的普攻重击下落，这个对主打普攻的重击的仆人龙王提升很大，1+1龙王从8万多伤害直接变成10万伤害了，不过只有6次机会呀，总体来说没有二命提升那么重要啊。五命大招多3级，六命呢，这个就是提升希诺宁主线的命座了，同时不开大也能给全队治疗，更好的触发水神真伤了。满命这个配对，我直接打出10万以上的普攻伤害，伤害巨高啊，轻松拿捏两只高抗性的圣海兽啊，几十秒就拿下了，这个算是克劳或者真爱去选择了。强度应该不言而喻了吧，0+0就是完全体了。队伍中缺真伤，推荐抽装武。喜欢跑图一命非常香，二命更多是对盐和雷帮助更大吧，看自己需求来就行了。好了，以上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有什么问题欢迎在评论区讨论呢。那么我是梁夏，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各位拜拜。